过我觉得你老婆剪了光头以后，应该人生会更加的更加美满。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尝试一下，只要不干什么违法的事就 OK 了。你说了，你害怕不要看我。想想，想想这正常啊。这光的也挺好玩的。就这个左上角有个疤，来交进去。他这个照片有什么用吗？照片它看到没？就那里有个疤。我看到，照片有个日期，他知道你这个头发是哪天剪下来的。这里有个疤。嗯，右边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个。这疤没事，疤只是不知道怎么画。我怕你刀子搞伤他了。啊，行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你要拍一下我后面。怎么那么难看的，拍那么多干嘛？这个是泡沫，这是一个过程。那么难看，看来是很难看。要不然你不会生那句话那么难看。别笑。好，不能笑了。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对准。对准了。哎呦，好疼啊。你慢慢刮，轻点。今天就变成小尼姑了。以前有个那个杭州那个空姐，那个她做完了，她还做过那个尼姑样，挺好。轻点啊。
看看我这个肚子。行了，准了。你看你觉得可挺疼的。小的时候用过这个剪刀没有？没剪刀是吧？怎么可能用这个剪刀？你小的时候不是这个剪刀，那个是电动的，没出来。女孩子应该不用吧？我在用。男的我就以前用过啊，剪头发的时候。那以前那些老头子剃头发，就是基本上都是用。小的时候电动的好像都没出来。这个乡下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电。那你把那头发拎着哈，有的那么重，这头发重，你这头发差不多有八两吧。头发拎着，拎着那么重，还是坠的慌。是真的，挺黑的哈。肯定挺黑的啊！来照一照，这个照片要照好一点。这个照片可以说这个你不把它放到网上吧，他不会，他谁要头发了这个照片就要给他看，说是哪个人的头发是年轻的。